返回是在电影。相信呢，大家都有这种经历，就是下完班后好累好累，累到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的感觉。那怎么办呢？那如果我们用传统的沐浴乳，我们还要再用沐浴球，然后挤啊挤这个沐浴乳，然后再搓泡泡，搓一搓，搓半天，泡泡也只有一点点。那洗澡是不是还是很累啊？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这款洗澡神器——QQGO电动泡泡机活氧泡泡沐浴慕斯，它非常的厉害哦，它每三秒钟可以产生1000万颗的微粒泡泡，而且可以连续出泡不间断。你看看它的泡泡有多么的绵密。哇，1000万颗微粒泡泡可以深层的清洁你的肌肤，去除老废的角质，而且呢，可以帮你释放出疲劳来。好，我们再来冲水。哇哦，立刻就干净哎，好快哦，而且感觉好水润哦。洗完以后没有那种传统沐浴乳黏黏腻腻，感觉冲不干净的感觉。而且这款电动泡泡机整机都防水，你看你放在浴室里面都没有问题。而且它马力超强的，你看可以射那么远呢，你看泡泡多么绵密，多疗愈啊！真的洗澡的时候啊，心情都整个变好了。款呢，活氧泡泡沐浴慕斯有3种香氛，全部都有添加玻尿酸保湿哦。那这款海洋保湿除了有添加玻尿酸，还有添加芦荟以及海藻糖的多重保湿因子，洗完之后呢，皮肤真的保湿度大大的提升哦。那这款花香净白除了有玻尿酸，还有添加山茶花青萃取，萃取自阿尔卑斯山的7种天然植物组合而成的亮白保湿因子，所以洗完之后呢，真的皮肤啊会感觉有种亮亮白白嫩白的感觉。那这款柠檬马鞭草除了有玻尿酸，还有添加尤加利精华，它可以平衡我们的皮脂，净化我们的肌肤毛孔，所以像如果有身体有长痘痘啊，会恢复有长痘痘的，很适合洗这款柠檬马鞭草，洗完之后真的很清爽哦。我们来测一下保湿度。哇哦，保湿度大大提升哎，真的洗完皮肤一点都不会干燥，而且这款是磁吸式充电的，很方便。你看，充饱一次电可以连续使用60天哦。这款QQGO电动泡泡机活氧沐浴泡泡慕斯真的很好用，我真心推荐大家带回去洗洗看。那如果洗完了怎么办？只要买补充品就可以哦。QQGO电动泡泡机也可以拿来当洗手乳，连续出泡，泡泡非常的绵密。防疫期间需要勤洗手。